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笑灯剧场。大家好，我是龚宁。说到方清平的单口相声，一直以来啊都是独树一帜的。它既区别于叙事故事见长的传统单口相声，也区别于夸张说唱的新派的脱口秀。它的作品《我的明星生活》继续了方式幽默当中的冷面搞笑的显著特点，流畅自然，很有趣味。来看看，去年的4月1号，我生日。 在上海举办了方清平单口相声专场，演出地点设在外滩，装的人多呀。晚上7点半演出，早晨起来6点，10万个座位坐满了，迫不及待嘛。到上午8点钟，门口又聚集了10万人，非要看方清平的演出。 演出经理说：“没票了，这些人不走。”逼着经理想办法，经理啊想出一办法来，让每位坐着的观众啊怀里头再抱一个人。10万人刚抱好了，门口又来10万人。经理接着想办法，想出一高招来，让每个坐着的观众脖子上。 再骑一个人，坐着那观众不干，说我们是来听相声的，不是来给人当孙子的。经理说你不愿意听可以退票，这些人傻了。坐着的观众这回可受罪了，怀里抱着一个，脖子上还得骑着一个。刚骑好了，又来10万人。经理说这回实在是没辙了。 这些人说，可以再往上骑一层吗？经理说坐着这些位不是杂技团底座啊，没这么大劲儿。这些人说了，不让我们听，我们就跳黄浦江。经理一听好啊，跳吧，先买票。每人发一块木头，跳到江里泡着听。10万个人噼里扑噜跳江了。 又来4000人，还要往江里跳，经理给拦住了，水位都涨了，再跳南京就淹了。又想办法，黄浦江边上有这个东方明珠塔，从塔上往下续绳子，每根绳子上挂100人，又挂了4000多人。这时候门口又来400多人。 要听我相声，都是好莱坞的明星，全都是我的粉丝啊！一听说没票了，在地下打滚儿。经理一看，就拦着说：“这是想办法，那个孔明灯，大白纸灯笼，点上火，每个灯笼底下挂一个明星，给放到天上去。”这400多人又放到天上去。 演出开始，我往台上这么一走啊，台下那个女观众往上扔钻戒，最小的跟核桃那么大，把我给埋上了。赶紧给救援组织打电话，开着发掘机来。我在那里头就喊，我说：“不要管我，先救其他的同志吧。”救援的人说了。 您就别客气了，就埋了您一个同志，把我挖出来，我带着伤坚持演出，刚说了5分钟，坏了，上边风大，那个凉风啊，吹着那400多人肚子了，这些人在天上喊，放我们下来，这一下。 台下的观众全跑了，黄浦江里那10万人，游着狗刨就回家了。别看把演出缴了，我落了5吨钻戒。有钱了，买的别墅，多大面积呢？从前院到后院，2个小时时差。我从客厅到卧室，得办签证。跨国界了。
赶上大使馆拒签的话，我就得在客厅忍一宿，要不然算非法越境啊。出门住的都是七星级酒店，到酒店门口不用你自己往里走，有两个服务员用担架给你抬进去，那行李也不用你管啊，丢不了。有门童说英文叫 little two， 翻译成中文就是小二，用扁担给挑进去。住的是总统套房，门口有俩保镖，你出门他就揍你，保证你安全呢。屋里头生着火炕，外国叫壁炉，茶几上放着草莓，都是咱们昌平产的，讲究啊。有这个男仆24小时服务，晚上甭管你困不困，就把你衣服给脱了，夜里边每隔10分钟提醒你换一姿势，怕你落枕，每隔20分钟撩开你被窝看看，怕你尿炕。怎么样，我在国外享受吧，但是我觉得啊，哪儿都没有咱们这儿好，对不对？因为这儿是我的北京，我的家呀。我跟那个演小品那个白凯南不一样，从国外回来买了一个药锅，让他媳妇给他熬咖啡喝，他媳妇嫌这咖啡贵呀，上合同医院开了点感冒冲剂，天天给他冲着喝，我弄得一天到晚的都满头大汗，还说呢，说卡布基诺就是好喝。是卡布基诺吗？总共出去没几天，回来就嚷嚷我要倒时差。后来一打听啊，他去的乌兰巴托，这不是有毛病吗？观众朋友们，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啊，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北京时间 APP， 点击首页社区位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想看谁您做主，告诉我们您喜欢的演员或者是想看到的作品，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推荐在近期节目中为您安排播出。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笑动剧场，让我们每天开心乐不停。年轻的相声演员李云飞、叶鹏是相声界的高知搭档，两个人的相声啊，在精彩有趣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的知识性的元素，比如说接下来要播出的这个作品，就需要创作者和表演者足够了解鲁迅先生的相关作品以及作品当中主人公的故事内容。来看看，您看相声啊是一门传统的艺术，对，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实际上呢啊，归为口头文学，对，是文学艺术。既然称之为文学，怎么样啊？要求演员啊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您这话太对了。当然了啊，话说回来了，演员的条件不一样。哎，有的人啊，文化水平就差，这倒是。可有的人呢，文化水平就好，是吗？你拿我身边我叶鹏叶老师来说，怎么样？最差。哎，这不是谦虚啊，确实是。我说，实事求是，这没有谦虚的。嗯，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差远了。从小，老师布置写作文，哪个呀？我的母亲，咱们都写过。你听他怎么写的？我，风，卷着乌云，嚯嚯。天压得低低，这大环境描写，在蜿蜒的山道上啊，有一个小黑点儿。那啊，是我的母亲。哎，我妈。突然啊，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是，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啊，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哎呀，我这可怜的傻妈呀！好，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不是你妈不缺心眼啊？啊，你不会写，我写成这样了，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作文是差点，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都得背，都得背课文。
鲁迅先生。哦，你爱鲁迅吗？哎，我更爱屈原。你为什么爱屈原？你为什么爱鲁迅呢？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对不对？啊，你想的比我合理啊！啊，你就记得这个了，我就记住了鲁迅先生留下的那些名言呢。都有什么名言？你给说一说。你都不记得啦？不能够啊！大家伙儿最熟悉的哪一篇呢？《祥林嫂》。哦，这一篇好。嗯，《祥林嫂》嫁的谁呢？那谁知道啊？祥林呐、啊！这，哎呀，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为什么呀？祥林的嫂子吗？谁这么理解这话呀？哦，祥林嫂，祥林嫂，啊，先嫁的祥林，祥林去世了，哎呦，死了啊。后嫁的呢，贺老六，这位也死了，哎呦，镇上人说他呀，啊，晦气，对，克夫，嗯，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是要我说呢，啊，就赖贺老六，怎么还赖贺老六呢？都说克夫啊，啊，都说克夫，是较劲呢。啊，飞曲，哎，死了吧？不作死是不会死的，这就是 no 作 no die。对对对对，就是打他这来的嘛。再说了，怎么呢？你知道克夫，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好嘛，这克夫还能防范呢？能防范呢？怎么防范啊？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什么衣服啊？耐克。听说哈，哎，穿耐克防克夫，对对不对啊？我告诉刘洪怡老师老穿着，哎，谁说的呀？不是，就这么解释啊？对呀、啊，哎，您就胡说，这不给你讲解祥林嫂可悲的地方吗？这是祥林嫂，对对对，还有吗？鲁迅名篇太多了，都有什么呀？祝福啊，这有，故乡，嗯，铸剑是，白光啊，社戏非公，利论无常哦，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哦，像什么狗猫鼠，嗯，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啊，高老父子哦，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哇，可惨与可笑、哦，还有呢，法会与歌剧、啊，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嘿，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俗人应避雅人啊，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啊他妈的，嘿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哎，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是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啊，那您这么说可不行，怎么？您让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儿似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记不住啊！那怎么办呢？田间地头一点，生活化的，生活化语言，比如说啊，咱俩都是北京人，得说北京话呀，说北京话啊，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嗯，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啊，就聊鲁迅，这多好啊！合适吗？合适啊，试一回，来了呀，来了来了，行啊、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哎，找我一块儿看看。哎，大爷，哎，好小子，给你扫听个人呐。您说哪位吧？树人，树人，周树人呐？那鲁迅先生啊，知道吗？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太好了呀！啊，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哎，说鲁迅先生啊，啊，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这话说太好了，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啊，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啊。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对对对呀、啊，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都怎么说的？说鲁迅先生啊，啊，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那没错啊，留下的名篇可不少。嗯，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哦，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嗯，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
伙子啊，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还能够练习数来宝。别说了。相声当中啊，有一类节目被称为是评哏节目，就是以讲故事为主的作品。因为既要把故事说清楚，又要有包袱，所以呢，表演起来比较难。很多相声演员都不太愿意表演这一类作品。那《梦中婚》啊，是一段典型的评哏类的节目了。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相声演员曹云金在十年前演出的时候的那个版本，一起来看看。曹云金有钱了，嘿，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嗯。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好，吃喝住行，嗯，有吃，什么贵吃什么，哦、什么好吃吃什么。对，削面、拉面、大碗宽条，我去了，加两块钱肉，吃，嗯，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的豆浆，两碗，我喝两碗，两碗豆浆，您瞧，多放香菜，哎，我有搁香菜的，我愿意这么吃，啊，个性，油饼，嗯，大个的油饼，哦，大油饼，老北京讲究这个，嗯，炸一大个，对，怎么着？嚯，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大个的油饼，怎么吃啊？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这不像话，一脖子油。吃油条，嗯，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两根吃，嗯、那就是那样的。拿馅儿拴好了当双节棍。哎呀呀，你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吃早点，嗯哼，小米粥。哦，还喝点粥。喝小米粥，我最爱吃。这么喝，小米粥，嗯，吃，什么好吃吃什么。对，什么贵吃什么。应该的。羊肉串，嗯，大羊肉串。哦，大个的。大串的。五毛一串的，哎，那是大串，大串羊肉串，那不定得多小了。买五串，不、哦、爱吃羊肉串，好这个。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哦，热的糖三角，新鲜，最喜欢这个。喝，把这尖儿揪下去，嗯，热糖三角，插一吸管嘬糖，啪，烫死我了，没法不烫那玩意儿。糖三角，嗯，喜欢这个。哦，吃门钉肉饼，哦。就那个门钉肉，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哦，门钉肉饼好吃，小门钉肉饼，嗯，这么高，对，这么大，跟门钉一样，是，这么大这么高，吃多少个才能饱？要我得20个，不解气，是，不解气，给它加高，这东西，这么大，嗯，这么厚，您这是门钉啊？门钉肉饼，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我吃顶门杠肉饼，可没听说过。馅儿活我最喜欢。哦，饺子、包子我最爱。啊，这也可以吃。最喜欢这个。嗯，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那就是包饺子。咱俩聊不到一块儿。改工作了这回。吃，买方便面吃。哇，方便面。那有什么吃的？好方便，刚师傅方便面。哎呦，我最喜欢。对对对对。什么？刚师傅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我这么报复？这是吃。哦，光吃行吗？就是。能花多少钱？花不了。穿衣裳？嗯，穿衣。6月3伏的天啊。嗯，穿好衣裳。您？秋皮大衣。不热呀、啊？没事，底下不穿裤子。哎，没听说过。拎着点过堂风。没有这么点。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戴帽子，海龙的帽子。一戴戴17顶，打远处看跟烟囱成精一样。哎，戴帽子，嗯，穿衣裳，这是应该的。哦，服装，嗯，开买卖，还有买卖，开买卖。呼，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燕莎。燕莎？我的。那是您的。赛特。那个？我的。也是您的，切，哼，这个都不叫事儿哦。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这是你。对。京沈，我的。京冀，我的。
你甭说那京九铁路，您的铁道部的，哎，这都废话，铁道部的，他们不卖，多新鲜，有卖的，线路是他们的，哦哦哦，那火车跟那铁轨是您的，也他们的，哎，去，没有您的，不卖，都是人的，不卖拉倒，自己买车一样，自己买能买什么呀？买汽车，那不行，人家是火车，好汽车，哦，好汽车，好汽车都是好车，多好啊 ，Q7。哦，那是好车 ，QQ 第七代，啊，这好车，梅赛德斯 QQ 我买，都什么名字这？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40辆 QQ， 40辆，对，买那么些这干嘛？你不懂，汽车把门子全卸了啊，门子全卸了，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我也是，我愿意啊，好好好。横着并排绑好了，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车不是那我对，有钱哦，就这么有钱，买房，还买房呢？买房置地，好好好，买好房那是产业，什么房？别墅啊，谁住别墅？不有钱的住，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那住什么呢？住四合院，那更讲究了，那当然，嗯。必须得接地气啊，我您是要死是怎么的？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哎，有说法，这么着为一进，对，我们家这四合院700多进，700多进，有钱啊，是太有钱了，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玩玩，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这倒是，比如说通县，对不对？羊闸，那也是通县，会说，我就没去过。您远点，远点。西三旗，这，您甭按公交这路线走啊。外地，外地，上海，哎，那是好地方，对不对？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没错。常言说得好，说什么？上有天堂，下有上海。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我去一趟上海。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很有道理。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哦，大饭店，大饭店，住什么大饭店？锦江大饭店。哦，那是好的。光客房800多间，人家有，我包了。您都包下来？全是我的。呵，您瞧瞧，一个人住，有钱没有？有。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斗争，拿着我铺个卷儿，小闹钟，闹表，1号房间进去，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哒，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嘚儿走3号房间。有钱吗？有钱。有钱吗？有钱。有钱是有钱，就是觉少一点。谁让你折腾来着？天天的转悠，看看什么厂子亏损，给钱。哦，还给补贴呢。不图回报。您瞧瞧，咱有钱啊。是是。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打远处来了个人，看这样子落魄了，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起身，扑通给我跪下了。哟，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这位，你们老爷子，我爸爸，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啥意思？走，跟我走。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谁也不许欺负他。对，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嘿，我的钱就是他的钱。他的钱就是我的钱。对。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那你成我爸爸了？你别介，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就是对他这么好，
不料想慈心生祸害。什么祸害？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这怎么讲啊？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哟，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不能吧。锦江饭店不招穷鬼。嗯，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您趁呢？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落魄。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嗯，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我真想死，我不活着了。来到黄浦江边这儿，嗯，望着滔滔的江水，我死了得了。要投江，我准备投江自尽。嗯，可是我又一想，不行啊。怎么了？绝对不行。那为什么呀？我不会游泳。废话，会游就死不了了。那要呛着我怎么办？得多新鲜，肯定呛着。投江不是一个好办法。嗯，污染了水源。啊，您还嫌自己脏啊？我上吊吧。上吊？裤腰带解下来，往脖子上一拴，一会儿就死。这倒是，裤腰带解来，找个歪脖树，吊脖子上，吊了仨钟头没死，仨钟头了没死，没死。您拴哪儿呢？脖子。哪个脖子呀？脚脖子。哎、那是死不了。控得我心火都上来了，鼻子直窜血，这是难受。不管用，想死啊，都死不了。您瞧，我这正犯愁呢，嗯，肚子饿呀。是，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来一伙计，端着一火锅。啊，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是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哦，我看那火锅不错，嗯，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这倒是，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嗯，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在这坐好了，背风的地方，嗯，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都说什么呀？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嗯，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什么破案？别多看，偷一火锅这么大罪过。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哟，我在偷眼观瞧，嗯，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这是？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别琢磨这个，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你都什么心啊？花姑娘 ，very good， 都想起来，高兴啊！嗯，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啊，那惹定，跟着瞧瞧去吧，看看，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壁，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漂亮。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嗯，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这倒是，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身上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嚯！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嗯，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对，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洗澡池牛奶浴，嚯，里边全是牛奶。您瞧瞧，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哎、我没有这么说。洗澡，嗯，香皂，洗三块吃三块，这有吃的。从里到外的香，喷香水，嗯，哈啪。喷4斤香水，净喷！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那好不了。哎呀，穿衣裳，嗯，内裤、内衣，啊，那是应该的。秋裤、秋衣，天凉了，毛裤、毛衣，够了。棉裤、棉衣，西裤、西装，衬衫，领带，啊，领带扎这儿了，领带。领带
比基尼，哎呀，我得穿上小背心，哎呀，这不热吗？这为什么穿这么多？干嘛呀？这是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你瞧这人多鸡贼呀！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哦，来人，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嗯，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儿。老太太高兴了，美了，人不捯饬不好看，哎，捯饬出来一看啊，漂亮了，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你这是，你怎么这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说什么？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嗯，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和让我结婚啊，那我得瞧瞧，这瞧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这姑娘要是漂亮，我就忍了；要是不漂亮，我也忍了。怎么也忍了？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净算计这个，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伙的功夫布置好了。嗯，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都什么词，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梦中。观众朋友们，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啊，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北京时间 APP， 点击首页社区位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想看谁您做主，告诉我们您喜欢的演员或者是想看到的作品，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推荐在近期节目中为您安排播出。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笑动剧场，让我们每天开心乐不停。提到北京的相声名家刘洪怡先生，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一个京城相声教师爷的美名，很多年轻的演员都得到过他的提点和指导。刘先生啊，擅长学唱，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学唱功夫传授给喜欢艺术的年轻人。包公传奇是刘洪怡先生和我们北京台的主持人曹阳合说的一个节目，如此的跨界碰撞会有什么样的新鲜创意呢？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官号文正。哎，你才成啊，对不对？有了下子，那咱再接着问。哎，您说包公的老家在哪儿？包公老家啊，安徽合肥小包村的人士。有了下子，怎么样啊？没错吧？哎，没错。再问你，还问啊？京剧《秦腔连》你听过啊？听过。包公这个人物啊，这形象有特点。对，你看包公这人谱啊，嗯，首先一张黑脸，没错，大黑脸。为什么是黑脸？大黑。为什么？为什么这？啊，再接着考。这是黑脸就是包公，这没有什么为什么的这。你瞧这一说，你这多笼统啊！啊，怎么了？是黑脸就是包，是黑脸就是包。啊，包公是黑脸，不能说是黑脸就是包公。那就是是黑脸就是包公，是黑脸就是包，是黑脸就是包公。那要到非洲得有多少包公？非洲，抬杠去！您说非洲了，您要到欧洲多少曹操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啊，这黑脸是有象征的。哦，有象征。象征是铁面无私，哦，刚直不阿，哦，不光是黑脸，哎。有两道白眉子，有最有特点的包公脑门这儿，嗯，有一白月牙儿，哎，对吧？对。哎，知道这月牙儿是怎么来的吗？哎，这我清楚，这表明这包公啊清如水，明如镜。清如水，明如镜。哎，你这解释正确吗？啊，清如水，明如镜，非得来个白月牙，他干嘛不来红太阳啊？红太阳像话吗？这越说越不靠谱了。啊，你大黑脸，啊，上面来红太阳，这知道是包公，不知道以为哪个这长得黑的哥们脑袋是拔了一火罐呢？这，你这解释不对。这白月牙啊，说明它是日断阳，夜断阴，阴阳两界包公都能断理。哦，这意思。哎，嗯，我再问你，包公脑门月牙它为什么是白的？能说出来吗？这
刘老师，完了吧，又闷住了吧？不是啊，刘老师啊，咱说老实话啊，怎么着？您说您刚才一开始跟大家伙说，一说跟曹阳合作特好，这特聪明，您这当着大家面您干嘛？您这是怎么了？您这干嘛？怎么了？啊，您还哎，这白的，这为什么是白的？啊、我跟这么跟您说吧，怎么着？您别问我，我不知道啊。这在座的也没一个知道的，对不对？这有点矫情，我跟你说吧。错误，你这句话大错，真特错。啊啊！哎，你要说你不知道可以，你知道观众当中有多少位大学生，有多少位研究生，哪位是博士生，哪位博士后，哪位是历史学家，哪位是文学家？倘若有一位站起来，我知道，汤汤汤，人一说说上来了。你说你这话说的这么绝对，你脸上不发烧啊？你寒碜不寒碜呢？下回这节目你还主持不主持了？你想不通，待会上楼上找根绳子，你挂上了。你听，你小心眼儿，这孩子小心眼儿，我告诉你得了，是不是？你这说话长不长？哎，你还甭说大伙儿，啊，你当着我你还说大话？包公脑门月牙为什么是白的？我就知道，你还问大伙儿干嘛呀？您知道啊？啊，对对了，这你们找人家，哎，你跟我们说说。嗯，我说今儿这孩子吃什么了？这是，我说你吃什么不消化东西了吧？我又怎么了？你瞧，对我这态度，您这儿啊，嗯，什么我就给你说说，我该你的，我欠你的呀，嗯，我们都是当初我们下大功夫花钱找老师我们学来的，什么我就告诉你了。打算学本事都你这态度吗？你瞧你这相，哎，你们来来，你说，常言说得好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授人一字，便为师。这道理你全忘了。打算跟我学没关系，可你这态度得对啊。首先打算跟我放下架子，表现自个儿虚怀若谷，见着我客气一点，首先给我鞠个躬。哎呦，刘老师，刘先生，您看这个包公脑门月牙为什么是白的，这个您知道我不知道，您不能赐教给我啊。来，我给您鞠躬。你看你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啊，这么点道理你都不懂吗？这么粗浅的道理简直岂有此外。不是，刘老师啊，那是此理，我里外不分了，我让你给我气迷糊了，知道吗？您小心，鞠个躬有什么嘛，这学能耐嘛。怨我啊，这个刘老师，嗯，刚才我这不对了啊，这个我重新给您来一遍啊。这个您告诉我，这个包公脑袋上那个月牙啊，它为什么是白的啊？我向您请教，您赐教于我，我这儿给您鞠躬了。你干嘛呢？鞠躬呢？你这是鞠躬吗？是。你这小鸡多米儿呢？可你那可倒好，还扬灯点头。鞠躬不会吗？啊，会。鞠深一点，45度啊。哦，这赶紧点头完了，你这哪成啊？行，我给您鞠躬喽。起来，干嘛呢？鞠躬。你这哪儿鞠躬啊？你向我默哀呢？您不说45度吗？45度鞠一下得了，你这紧着耗着不动干嘛呀？给我送葬了是怎么着？好，你给我鞠躬，给我鞠死了，你这玩意儿，你这那我再来，这个鞠一下就得了。对，好，你要这么一会儿三回了，给您鞠躬了。我该你钱呢？没有。给我鞠这一躬你觉得委屈？你心里不痛快？你瞧您的脸上绷得跟水似的，连点笑模样都没有啊，乐着点会不会啊？乐带点笑模样啊？会，不是显得你客气吗？是，再来一回。还来？给您鞠躬了。
他跑了呀！我说你要咬我啊？没有啊。啊？好，你瞧我这说他一顿，给说傻了，站着嘿嘿嘿嘿，傻乐什么呀？这不您不说乐吗？哪有这么乐的呀？啊，乐会不会啊？那他怎么乐呀？你叫乐都不会，我教教你吧。啊，乐的时候啊，你得似乐似不乐，想乐又不敢乐。你说不乐吧，憋不住，非乐不可，把那笑容藏在肉皮里头，一点一点把它乐出来，明白吗？你来回我看看，来回。哟，太难受，太拘谨，放开一点。别闭眼了，你闭眼干嘛呀？你瞪什么眼呢？你这，来收一点，再放出来。哎，嘴张开，来，我来不了，我跟你说吧。要了命，一会儿我这嘴都歪了，我这连乐都不会了。得得得，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谁让我比你岁数大呢？我比你有学问，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再鞠个躬，再鞠躬完了，再鞠躬完了啊！真是的，给您鞠躬了。哎，这才差不多，我可算折腾他一顿了，可把我累坏了。对对对，你这态度还不错啊，你刚才要这态度呢，啊是，我不就不说你了，是不是？哎是，哎这还是个学习的态度，那是吧？其实这功我不让你白鞠哦，这都是学问，嗯嗯，这都是知识，知识。什么叫高的桌子？哪叫矮的板凳？这都是谈的、讲的、说的、论的。如果有机会啊，碰上高人了，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大家坐在一起探讨问题，说来说去呢，说到包公这个人物，脑门月牙为什么是白的？哎，别人都说不上来。在这个时候，只有你，我北京台。著名的主持人曹阳是站起身来，在大庭广众之下，汤汤汤汤汤，就这一番言论，说的大家张口结舌、目瞪口呆，说的条条是理、头头是道，大家才能尊敬你、喜爱你、崇敬你。哎呦呵，刘老师，您别勾搭我了，您告诉我，他为什么是白的呀？你问包公脑门月牙为什么是白的？哎，他为什么？告诉你，记住了。那是白岩谁画的？就这个。观众朋友们，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啊，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北京时间 APP， 点击首页社区位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想看谁您做主，告诉我们您喜欢的演员或者是想看到的作品，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推荐在近期节目中为您安排播出。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并关注我们的笑动剧场，让我们每天开心乐不停。今天呢，我给您说这么一段相声。哟，先嗯，您在这儿呢？哎，这儿，好长时间没看你。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老没见了，可不是吗？挺好的银飞，不错不错，你是银飞，金飞，我是金飞，金飞和银飞，您在这儿呢？哟，老没见了。哎呦，何良子，何良子，多长时间没见？是，我们俩演一个，你也来了。对对，我来，太好了。呀嘿。兄弟，你在这儿呢！哎呀，哥，过来！哎，我说哥，我跟您说吧，还是您好，哎，就您搭理我。是，大妹子，你什么时候来的？大妹子像话吗？不是，哥，你干啥呢？这是？不是，我这不逗着您玩呢吗？逗你玩呢。开玩笑。我说啊，怎么着？今天咱们录节目，怎么上来这么多人？咱四个来回。导演让咱四个演一个。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那怎么着？咱唱一回怎么样？哎，唱一回行了，好不好？好。咱唱一什么呀？唱个什么？这就比较难说了。咱逗哏的会的，他们也不会呀。就是的，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我们会唱耗子。哥，嗯，什么是耗子？呵，耗子你都不知道啊？告诉他，咱会唱猫去。我们会唱猫。哎，什么叫猫啊？什么叫猫？什么叫耗子？劳动耗子呀，看不懂。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啊，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您给介绍介绍。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嗯，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啊，您给来什么模样？我给大伙表演表演啊。来来。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怎么样？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咱俩人来一回，显得热闹。没问题。来回来。咱俩人来一回。哎，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怎么？那我们干嘛去？待着吧，你们又不会。什么叫待
待着也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那你带着点我兄弟。咱四个人一块儿来。对对对。跟我们学啊，来吧，你们行吗？先来这个。什么什么？问你们行吗？行吗？告诉你，哎，把妈字去了，哎，就是成。好，就成，牛吗？成来吧，你什么智商？行吗？妈去了就是成啊！来来来来来，学他们这个，学什么意思啊？这这这大猪干吗？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那打沙子啊！哎哎什么哎呀？哎什么哎呀？听清楚词儿了吗？你就哎呀？不哥他叫咱的吗？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答应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关键放心，还不了。来来，预备走，那大傻子啊，老爷子啊，老爷子行吗？老爷子，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这不容易。好，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了吗？来啊，你再来一遍。预备走，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谁二傻子？废话啊！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好，就这么来，四个傻子。就这么来吧。预备走，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咱们几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啊甩呀，甩呀蹬啊，咱们几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四个人全尿了。我还知道一种耗子，那你给大伙介绍这种耗子更好了。你都没听说过？不能，叫插秧耗子。哎，插秧耗子，哎，什么模样？你快说，不行，旋律非常的熟悉。你给大伙表演表演，就这个啊。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哎，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要斗地主似的，怎么出牌子？这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他俩不懂，谈不明白。我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咱一块来啊！走，动作齐呀！走，哒啦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四个，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又四个。多奇迹，没问题呀。又出事了，怎么了？他俩犯病了啊！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什么意思？你急懂什么你？人家哪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怎么着？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会可能？你们行吗？我告诉你，你行吗？真是的。对，你把妈字去了就是棒，哎，就棒吗？就这智商，绝对适合插秧。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知道吗？来吧，来吧，来吧，来，看我们哥俩来，我们来来，我们来，因为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致，没问题，我步伐的问题。哎，预备，预备，走。打啦打啦滴啦滴的打啦哩滴打哩滴呀，打打哩滴打滴打，打打滴打。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哥，你们气势上不能输吗？我说步伐得一致，后插秧吗？这不商量好了？行啊，这个脑子，哎呀，完了吧？完了吧？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就是棒，你这是棒。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对了，也会。会什么呀？我们会打夯耗子。啊？嘿，信吗？哎呀，越来，你们会打夯耗子？就是。口气越来，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这怎么说话？我们哥俩的耗子，你们俩会这个？当然会了。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就是。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哼什么下句？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来个签，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就这个。对了，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你来个，你来，你听着啊。哎嗨呦啊，是不是跟他一样？要死吧你？哎，谁呀？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下去啊！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吗？大点声。哎嗨呦啊，劳动呢，懂吗？嗯，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就是啊，垮了吧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不投入这能行吗？行，劳动你声音大点，大点。哎嗨呦啊，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夯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劲头啊，行行，来，哎嗨呦啊，还差那么一点，就一点，上去了，试试，哎嗨呦啊，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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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哟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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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行，行不行？有点意思，有个底子就好办了，提高难度了。怎么着？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咱这回自己编了，哥，咱行吗？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啊！你注意你这智商，你注意你这智商。行，没有，你想这词儿啊？来来来，咱接下去没问题，我命个题，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这回太妈了！来来来来，这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咱就唱那高楼。可以，我们唱上句，我给你们接下句，咱们来着，兄弟，行了，开始啊，来来来，预备，走，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怎么样？没有地方子啊，嗨嗨，心慌汗，怎么了你？这就不像话，兄弟，我现在我都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不是，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不是你，他们刚才不像话呀？什么叫不像话？大楼没顶了吗？大楼没顶子，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那不烟囱吗？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那是烟囱啊，想起来了，比烟囱小啊，那是小烟囱啊，那个烟囱它不冒烟呢，那是破烟囱啊，为什么不修理呀？那我也不知道啊，那你去问问他去，为什么呀？问谁去你啊？毁了，可他让我问去啊。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啊！没你这么抻脸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这回就正式的打夯号子，正式的，再来一回，来一回，来一回，你俩站中间来，站中间来，哦，显咱们俩，展示你们，展示你们，足够搞笑的，太好了！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你们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谁要做饭呢？撸胳膊绑袖子的，这不是有气势？来一回啊，来来，正式的，咱俩给您喊那夯号，喊号啊，准备啊，哎，预备，走，夯。山又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英雄们志气高嘿，开山有点钻嘿，搬山有老雕嘿，汽车拉材料嘿，又让那人气跳嘿，咱们的大地基呀，越级行越高啊，嘿嘿，大楼最封张啊，嘿嘿，万众的心一跳啊，嘿嘿，祖国大建设呀，嘿嘿，英雄们看今朝啊，嘿嘿，伟大的跃进呐，嘿嘿，速度的跨指标啊，嘿嘿，怎么这么快呀，就是这么快呀，怎么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啊，怎么这么高啊，质量就是高啊，质量怎么高啊，说说你听招啊，大炮轰不裂呀，地动也不摇啊，就天天下呀，大楼的顶着啊，其实是老啊，万丈也是老啊，其实省人工啊，省工又省料啊，就是工又省料，多快好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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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没法子。清早起来，刘伯逊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青，顶上擦个桃花粉，头顶着印着杏花虎。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娘子，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过去细柳抖，世上谁嫌男人丑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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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在贼曹仁，无牛伯马济苍天。不幸徐州曾失散，恼恨呐！红脸的他，他降曹瞒，但姓张民非。